呀，这是啊！没事啊，没事啊，来，好东西给我弄。哎，好，好东西给我弄。OK。太冷。溜了，溜了，溜了。别跑！好久不见，好久不见，受不了，别来！哎呦，你瘦瘦的呀，我这个小脸体重重重的啊！哎呀，好久没见到你了，我们两个好久不见了，对了，来看货，好东西看，看好东西，看好东西，冰冰透透的，爱来爱来，我喜欢的，好，喜欢就买，看好给价啊！这个手链是葫芦的形状，给你们看，你们的配呀。这个上手的效果好好看呀，十克单面，它是那种银镶嵌的手链。这个辣雷，哎，这个辣雷，这个多少钱？这个一条1800。哇、哦，这上面那个单面好水呀、啊，一条1800。对。这个你看嘛，这么冰冰透透的，买到了冰的。你的男朋友？不是我的男朋友。你男朋友？不是我的。我介绍给你。不行。你不要吗？不喜欢。他说他不喜欢小黑。小黑，这个缅甸的阿妹说不喜欢你，你是得不到，说葡萄是酸的。给你们压的看一下几吧，你看一下，这种带面的品质好水呀、啊，又干净，种水又好，颜色不灵不灵的啊、哦，超级好看。这个多少钱，妹妹？这个1800。皮肤黑黑的，心黑黑的。对，心不黑，当然心黑黑，手黑黑心啊。好的，摆的。No。皮、yes, 肤、yes, yes. 黑黑的，心大大的黑，不是吗？可以还价吗？你好好给价。哦，有一条的话是玫瑰色啊，其他的话都是一些白色的托，颜色的话非常好，很干净，不灵不灵的，种水色超级好。这个的话就是上手可以直接佩戴，纯银啊，嗯，纯银。缅甸银，我要把你打到缅甸去，哎、知道吗？可以。按售卖价1200，300一条。对了，那拿走。行吗？不行。300一条，不行。妹妹的心好，你刚刚说心不好，心好的，心好的，不行。都是正儿八经的缅料啊，没有一颗是微料，全都是很纯的啊。这是缅甸天然翡翠 A 货，不是什么便宜的，就是假的。我们家不卖假货，妹妹的货的话，全都是从缅甸一手过来的新货，价格的话会比市场里面便宜 N 多倍啊。确实，人家这个价格没有给我乱开，但是的话，我要捡漏。让你们看到性价比，把品控把好，把质量提高，把价格给你们打下去，这就是我一个主播该做的啊，行吗？不行。你刚刚就点点头是什么意思啊？不行，你不好了，妹妹，可不可以？姐姐，你翻箱子给他看一下好不好？不行，这么冰冰透透的，姐姐。一条都是货头，可不可以给你第二个男朋友？啊，不要了。这个黑黑的要不要？不要了。你们不喜欢白白的？不是，我有男朋友。哦，你还有男朋友？哎，你多少岁了？我28岁。28岁。哎，还没有结婚吗？你结婚了，等一下就结婚。等一下。马上结婚。就是还没有结婚。哎，昨天我在直播间的时候啊，有一个粉丝就说，我们家的孩子都6岁了啊，瑞子，我都认识你6年了啊，我家的孩子。从这么小的时候变到6岁的时候，你还是单着的，哎，这句话我觉得真的很扎心啊！赶紧早点结婚，早点找个男朋友结婚。哎啊、对，我好好给嫁，我马上结婚。你好好给嫁。你为什么还不结婚？没有钱的。这么直接的吗？没有钱。哎，其实结婚的话要钱，哎，要小孩子要钱，对，要钱，对，对，什么都要钱，真的。单着好，一个人好，嗯，一个人吃饭开心，对，无忧无虑，没有压力，没有烦恼，一人吃饱，全家饿不着。可以了，来吧，300，加一点吗？300，加一点，就300了，妹妹。Okay. 谢谢你，不用谢，不用谢，下来，你下来，这个，哎呀呀，这个缅甸的阿姐，人特别特别的好。这批手链的话，他给我们放漏了啊，11条，一条的话是300，而且有10颗带面，全都是缅甸天然翡翠 A 货，正儿八经的缅料哦，姐妹们，性价比贼高。我算一下多少钱啊？嗯，你算吧。11条乘以300，3300。嗯，赶紧嫁了。啊，谢谢你。33，点一下。点。
像最近的话新年了啊，很多姐妹的话都说不知道送什么比较合适。我觉得像这一批手链的话，就是你们拿出去送人的话，是真的非常的有面子，而且都是珠子卷，珠子卷，对的啊，三千三。最近临近春节了啊，很多粉丝宝宝的话都会买一些翡翠的挂件啊，还有一些手链买来送朋友、送亲戚，还有自留款。我觉得这一批手链的话是真的非常的适合，姐妹们，如果你们喜欢的话，千万不要错过了这一批银镶嵌的手链，颜色是真的非常好。喜欢的话不要忘记了点赞、评论、加关注，咱们下期视频再见，拜拜。